你们二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我叫男嘉宾，55岁，来自农村。妈那么意思，喝有理。I'm dear， 还贵。我们这次面试呢，不看学历，只看能力。我这里呢有一道题，你们二位谁能全答对，就可以留下来。总裁，不是我吹，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这个海归啊不会的题。牛，不要吹得太早，请看题啊。王字加一笔，谁能写出来六个就可以留下。这也太简单了。哎呀，我看你这个农村老头啊太可怜了，你现在写吧。我要写出来你可就没机会了。看吧你能的，我谅你也写不出来。小嘎子，你写不出来再让我先写的吧。你说谁写不出来的？我分分钟写出二十个。我那你就写吧。我写就我写，来，我可不连加八十。老头儿，我今天让你看一看海归博士的能耐。主意的主一个了，浴室的浴两个了。写呀，怎么不写了？你吵什么吵呀，我在思考啊。麻烦您快一点，你给我10分钟时间，我绝对能写出20个。我给你10年好不好啊，麻溜的。快点，你催什么催我，我刚想出来一个被你给催跑了。去啊，我想出了一个，来来，给右边加一竖，是个丑老头的丑字。你骂谁丑老头呢？谁丑我就骂谁。哎，不带人身攻击的。啊，那总裁你说我这样写对不对？哎，对，继续。哼，写呀，怎么不写了？你别说话了呀。哎呀，你快点行不行啊？我还没吃早饭呢。嘘，你是不是有病呀？赶紧的，麻溜。嘘。啊！把这个人给我插出去！好，我别，我写。我又想出来一个，哎呀，给这里加一短竖，是个王老五的五字。总裁，对不对？对，还差俩。啊，总裁，我能不能查一下字典？滚啊！赶紧的。哎呀，我真想不出来了。我认输，再见。哎，别走，我一口气能写出8个，你行不行？你少给我吹牛。我要是写出来，你叫我爷爷。那写不出来呢？我叫你孙子。行。小嘎子，看好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主语、丑物这4个我就不写了，太简单了，我就写剩下的4个。俗。秋，嘎，猫。总裁，你看对不对？都对，您厉害啊，大爷。我抗议。除了猫这个字比较靠谱以外，这3个字啊，是你瞎写的吧？我作为一个海归大博士，我怎么没见过这几个字？啊，我都不知道你这海归博士是怎么考上的。我给你解释这几个字的意思啊，解释。好，俗意思是有瑕疵的鱼食，秋意思是一种古老的鱼，嘎是方言怪脾气的意思。全都对呀，大爷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无他为多读书啊！哎，惭愧。大爷，恭喜您，全部都对了。现在我带您去办理入职手续。哎，总裁，那我呢？还缺个看大门的，你干不干？我才不干！欺负人！大爷，走。哎，总裁，我
我干，我干，我干。